刚才给你讲的是什么内容？你们都现场音乐吗？很久没拍照了，有点紧张哎。没事，你说我对不对？我才来三遍而已，就要顺走，是什么意思？好害怕哦。阿布，那 OK 啦，希望就是大家都可以渐入佳境。然后我也还在跟大家就是，对，第一次合作，就是跟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合作，那就是很紧张又很期待，就大家一起加油，谢谢。都给我角度，好不好？都来，都来。好，再来。他想要走你的路线。一件一件就过。好，塞钱塞钱。好，塞。没空的，好了好了，安娜，摄影师，啊，哪位啊？一二三，三。哎，我觉得，等一下，我先玩。是。我很想跳舞，趁我跳不动之前来个安早的感觉。10-12号到国家戏剧院看渭水春风，好利莫名村后。